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今天呢，要继续来蜡笔小新，我和博士的暑假无法结束的七日之旅哦。今天呢，我们从十二天开始，应该可以过完第二周的暑假了。第二周的暑假，我不知道总共要过几轮呢，还是真的是无法结束呢？今日から朝の体操にうちの二人の子供たち、カズマとキネが加わるようですよ。贾风间跟贾宁宁也加入了，哈，好可爱哦！小朋友的身高真的是跟大人差很多。你诺桑是不是次郎还没加入啊？那个 Dancing Zero 的次郎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还有那个忍者拉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他们还没加入一起跳体操啊。さてと、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哦哦哦，有什么事件呢？啊，是博士哎。啊，他想要来继续听上次没讲完的话。他说呢，差不多想要跟大家传达一下他的恐怖了。呵呵呵。大家都觉得博士不是坏人哦，而是有趣的人哦。小新跟博士讲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话呢，博士就突然很生气了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不会觉得我很可怕呢？啊，太难过了，而且太寂寞了。那我必须叫个更凶暴、更有元气、恐怖的恐龙出来才行。哎，很活泼而且有趣的恐龙吗？哎，你有办法做到吗？哼哼哼，只要有我这个力量的话，该怎么做我完全不晓得。又要召唤新恐龙了吗？博士的タイムマシンはノートパソコンを改造したものでした。真的假的？时光机器是用笔电来改造的，那么会改造哪一排的？博士は新之助に古代のタイムマシンの使い方を教えた。这假的，他居然教小新如何使用这个古代的，明明很现代，古代的时光机啊！ふわふわ、パウパウ、トワトワ、チリチリ。小新居然记起他的 rap 了。小新居然记起来了。哦，这不是很危险吗？哎，没有出来啊。最后的ボタンに触らなければ、このマシンは動き出さない。哦，要按最后的按键，不然这个。时光机器是不会动作的，所以前面的其实也是多余的、啊。哪一个按键呢？このボタン。这个按键啊，不小心按到了。所以，要开始具现化了。タイムマシンに飛び込んでいく。すべては一瞬の出来事ですぞ。小新居然在学那个博士的台词。哎、欸，这是来了什么？哇，这是暴龙哎、欸，好帅哦！那跟喷火龙一样哎、欸，尾巴有着火。哎、欸，这么说来，我的那恐龙卡有这一只啊，所以好像难怪我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。这次呢，的确来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活泼，很活泼的恐龙啊，来到这里了。哇，大家都逃命了。惨叫，笑声，
哇哦，来了一个肉食性的。啊，玻璃破掉了，然后拉面也变长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只恐龙呢，比博士想的还要有精神哦。而且呢，是很可怕的恐龙哦。哇，大家都逃了。呵呵呵，这样子呢，小心呢就把这次的事情写成报道的话，这样世界上的人呢就可以知道他的才能有多可怕了。この地球を征服する。我要征服地球啊！世界中の遊園地の年間パスを。然后他要入手世界上所有游乐园的那个入场年券哦。遊び放題。然后他要一直玩，好烂哦。その手始めとして。哈，从这边开始呢。まずはこの街を征服する。他要先从这个小村庄开始征服哦。太无聊了吧，自己去买那个年券就好啦。阿呆还在这边钓鱼，去跟他讲个话。阿呆，你有看到那个恐龙吗？很酷哦，新恐龙好厉害，简直是怪兽，好厉害。我们来去看一下恐龙在哪。可是比起恐龙呢，我更关心我的蔬菜种的怎样。我先去看一下蔬菜好了。不哩不哩，耶！好，全部收成吧。来吧，突击 Lady 23号，谢谢。拿到16个哦哦，16个熟番茄，8个青番茄啊，辣椒居然还是有20个，没有熟的只有4个熟的，天哪，所以我太早收成了吗？嘿嘿嘿嘿，哦，恐龙会打起来吗？这往这边是往哪里去了？哦，恐龙在那里，那里是哪里啊？是在商店前面是不是？你能载我去吗？食堂前是不是应该比较近？来，过去看一下新恐龙。跟他见个面。喂喂，哦，他们在那边看呢。广志也出来了，难得去跟广志讲的话。你有看到新恐龙吗？怎么从早上就很吵呢？有精神是好事啊。哎呦，旁白看起来非常的自在的。完全不受惊吓的在那边织布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来了新恐龙哎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可怕，但是呢，这次一定也可以跟我们变成好朋友哦。新恐龙来了，虽然假风间说呢可以变成好朋友哦，但是是真的吗？拉拉哥呢？刚才来了一个没看过的恐龙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我的幻觉呢？还是是我太累了吗？都已经看那么多只了，还以为是幻觉。他是在报社那边吗？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。真的在这里。Hello Hello， 你好啊。跟妈妈哪一边比较强呢？就这样子而已吗？那我们来投稿看看吧。有新恐龙来了，外面有大新闻，你不出去采访一下吗？今日はどんな記事？見て見て。
なかなかの記事だ。素晴らしい。哦哦，结果我收成蔬菜的新闻比博士叫恐龙来的新闻还要重要。这样子呢，哦，又多了152个订阅了。耶、yeah, ，拿到60块。好像真的蛮神奇的哦，大家对乡下的印象是怎样？就像小新这个舞台啊，就感觉有山，然后又有河哦。好像这样的才可以构成一个很像乡下的一个要素。像我小时候呢，也很喜欢去外婆家哦。那我外婆那边呢，也是像这样的，有山又有一些小河，而且在山上那个都是天然的山泉水，所以听说他们都不用缴水费。哎、欸，这个在上面的真的抓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它闪闪发亮啊！可是它越爬越高哎、欸，看起来是甲虫类的，是不是？豆屁股引它下来，不行，它越爬越高，看不到了。哦，嗨，恐龙，你怎么才走到这里？耶耶！哎，那边有一条鱼。哎，我看到吗？哦，这太难钓了吧！哦，太好了，是没钓过的。这边也有一条小鱼。嘿嘿。没鱼了！哇，走这里感觉好刺激哦！是我的话，应该不敢往下看。这边也有鱼的样子。哎，这边有只蜻蜓，可是抓不到。耶、yeah ！恐龙应该就这样子了吧？就从我们买过的恐龙卡来看的话，应该卡片上面出现过的恐龙应该都出来了。第13天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事件了，除了来了恐龙哦。刚好可以趁这个时间来钓一些鱼。我都没捕到图鉴就是了。哎，哎，我太早收竿了，可是鱼没被吓跑哎、欸。真温柔，不像动身哦。耶耶！阿库诺博士ってかっこいいよな。二博士超帅的哈，这样子吗？我觉得我比较帅。
哦，这也的确是蛮像小新会讲的话。啊，小白来接我了。啊啊！いただきます。哇、哦，好大块的肉！玩这款游戏，大家应该都学会了“いただきます”跟“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”了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那个好可怕哦。恐龙呢有草食跟肉食的，我今天都忘记这件事了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恐龙是草食的，然后跟不是魔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然后呢，狮子是肉食的，所以他们是狗的，是这样分的吗？草食是魔魔叫的，然后肉食是狗狗叫的。果然肉食比较恐怖呢。虽然是这么说啦，但我们今天晚上也吃肉呢，哈哈哈。但是目前还没有传出被害哦。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会怎样呢？对了，我们来决定暴龙的名字吗？哈哈哈哈，我看你们都没在怕啊。第一个就暴龙嘛，第二个可怕的特大号，第三个呢 ，Special 自由兽，超级 Special 超级自由兽，看起来很强，看起来超级很强，这什么？是这个 Special 的自由兽。今回も恐竜のニックネームが決まったよ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好像有点少哎。你看我的那个没有办法写新的报道啊，晚上没有什么事件吗？不是，你在想什么？晚上的恐龙也是很美的哦，看吧，那个华丽的身影。在哪？我要去找拉面店。哎，今天的恐龙觉得怎样啊？这么说来，这个星球真的是有这种可怕的生物呢。我没看过那种东西啊。嘿嘿，我带了很多东西哦。就都不足是不是？我手翻起来一个都没有，这怎么那么糟糕啊？我的田根本没有种好。我现在才发现这个树上面是有灯吗？真的这棵树上面有放一些灯泡为什么之前都没注意到这件事？是这里要过圣诞节了吗？哎啊，时间到了。意外に可愛い寝顔してるな。他说我的睡相意外的很可爱呢。好，再来应该就是第十四天了。照理说，小新他们应该要回家了吧？还是要做早操吗？哦，今天没有人加入哎。对啊，新恐龙也没加入。では、いただきます。早上吃鱼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さてと、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音乐不一样了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阿松に来て、多分
日。第二次的礼拜天。怖い恐竜がこの町にやってきたのに、全く何も解決できず。恐龙，可怕恐龙来了，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解决哦。野原家の面々がまたまた春日部へ戻る時がやってきた。野原家呢要回到春日部了。哦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博士又会再把时间倒转吗？跟梅子的约定呢，还没完成哦，不能回去了。でもさすがに一人で残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啊，这边跟第一次一样哦。いつものカメラで記念撮影よ。はい、チーズ。第二次拍照。これじゃないのかよ。おっと、そろそろ列車の時間だ。火车要来喽。その秘密研究所の悪の博士は。不会吧？你该不会是希望小新多陪你吗？やる気満々。また、博士要来了。恥ずかしいダンスを踊ろうとしていたのです。啊，我们又要回到这里了吗？先週熊本駅で撮って、そして。哎，这边都跟第一次一样啊。ふわふわパウパウトワトワチリチリ。ラギを抜いて、心に浮かべて、タレルイラムマレシロンロ、デカゴヨラレやってこらい。今度は何がやってくるのでしょう。博士の思念が空中にか。タイム。すべては。来了。应该又回到车站了。行くぜ！エクションビーム！果然。ビ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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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们要第三轮了，博士什么时候才要放过我们？あれ、ウラ、どこにいたんだっけ？哎，我在哪里啊？しんちゃん、何言ってんの？小新应该会精神错乱吧？同样的日子过过三次。ウラ、今回はネネちゃんのリアルおままごとくらい怖かったぞ。他说他这次呢，跟那个妮妮的现实加加酒一样，觉得一样可怕哦。那你搞？嗯，什么事啊？小心，他们都很怕跟妮妮玩加加酒。哦，又来了。也是恐龙挖掘的遗迹，哎，这么说来，这个骨头不就是这次来的暴龙的骨头吗？知ってるぞ。小新又觉得，嗯，这里我来过哦。又回到上个礼拜的礼拜一了。戻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た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怎么了呢？どうやらここの遺跡から骨が見つかったらしいんですよ。哎。不是应该叫他一郎吗？啊，又重复了。哎，野原家来たよ。やっと着いた。小新都不吐槽的吗？こんにちは、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ひろしさんもお久しぶり。しんちゃんとひまちゃんは初めましてだね。小新这次会说什么呢？嘿，乌拉，しんのすけ。结果一样哎，小新居然不吐槽。哎，都一样的话，那我就跳过吧。よろしくね。哇，这边都完全一模一样哎。除了小新之外，有其他人没有被记忆还留着吗？哦，恐龙来了，这一点倒是不一样了。突击 Lady 21号，哎，还是23号去了。
他这次呢要再跟梅子姐姐约会。ブリブリーブリブリー、こうして始まった新しい一週間。又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礼拜了。無事、よしこお姉さんとデートできるその日まで。哇，居然呐、啊！哎，对，这个人很奇怪，他应该还记得我吧？乌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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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以前好像在那里遇过，我也以前跟你在这里遇过很多次哦。那你知道我的烦恼吗？啊，对哈，我们都还没想到新菜单哦。哦。对啊，你之前不是说太辣了没办法吃吗？哦哦，果然只有这个不正常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。哎呦，那边有东西在发亮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那边有东西在发亮，哎，可我要怎么过去那里呢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嘿，哈哈哈哈哈！好漂亮哦，这里。哎，这里怎么有放一台这个？这里之前没来过哎。どうやらカセットテープから踏切の音が出ていたようです。啊，这个声音是这台机器放的吗？到底是谁在这里恶作剧？可以把它关掉吗？これでここも自由に通れます。嬉しいね。关掉它之后就可以自由的通过这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！哎，你怎么啊？我要抓那只虫的是吧？被抓回去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耶！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哇，辣辣口真的吃很多，你看他现在爆发的在成长中哦。啊，之前遇到你的时候，还明明跟。小新差不多大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小新呢现在还手够不到那个门把哦。啊哈，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也是跟之前一样哦。哦，他找到书了吗？哦，九州国 Hihiko 的龙，呜。所以这些龙是 Hihiko 的龙吗？哦，所以他那时候说的绘本就是这一本吗？太好了，前两个礼拜他们都说找不到，这次就找到了。哦，那我好想读一下哦。他说是个很幸福的绘本哦，是在讲说以前的九州国的事情哦。哦，那个。哦，那个踏板里面呢，被他们当成一个小的书架、哦，所以书是放在那个踏板里面。难怪他们都找不到啊！而且踏板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注意的东西哦。こうして姉妹は大切な本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、しんのすけはまた2階の部屋に入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す。やったね！太好了，他们找到书了。踏み台が置いてあります。しんのすけはそれを使ってドアを開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我们可以靠这个开门了。可是开门之后，他这边现在有什么新的东西吗？哦，这是线索吗？上面有写说有哪一些虫是比较稀有的，可能是跟我们说去那个地方就可以抓到那些虫。
啊，这边是鱼。好，这边有提示一些比较难入手的虫跟鱼要去哪边抓。除此之外，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了。啊，是说这扇门，还是不能过去啊。而且呢，小心应该还是够不到啊。从这边看的话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它可以直通报社，是不是？应该就是 Cap 可以直接从这里去上班。我感觉是这样的、啊。我现在才发现梅子在这边跟次郎有说有笑呢。这边有一个嫉妒的人，嗨。我感受到出现一个强力的对手啊。对手是什么意思呢？哈哈哈。哦，那个是来福枪。嘎咻。那是信吧的啊，好吧，算了。这些谐音梗好难。这就是谐音梗，就是为什么这款游戏没有中文版哦。哈哈哈。队长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三天份的水了。那是八一八的，又是谐音梗。梅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基佬真是很亲切，而且是好人呢、啊。我通常不太会来这种看起来很时髦的店哦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。我们明明时间已经回到过去了，但这个牙医看板呢还是被拆了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个时光倒流的部分。好，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就继续来过第三轮吧。第三轮开始呢，因为开始会有很多重复的事情嘛，所以从下一集开始，我应该会剪接多一点哦，就是把重要的事情串联起来给大家看。那如果比较重复的对话呢，我可能就都会删掉。这样大家应该看起来也不会觉得怎么都在看一样的东西哦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那感谢大家来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